早上的纽约是我最喜欢的时候，每天醒来都不太一样，像打碎了时间，过着120种人生。快、乱、模糊、新奇、陌生，其实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感觉，就是一个过路人吧，想给这里留下一些不同。我的画廊隐秘在公园旁边这个老旧的街区里，能看到时间留下痕迹的地方我就很喜欢。我自己画传统水墨画，因为工作的原因也长期接触古代绘画。我觉得传统脉络中的水墨画也是当代艺术的一部分。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具有古典审美的作品带入到当代的语境中来。画廊艺术家秋麦的作品正在参加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西山无尽中国传统山水画展。作品虽然采用的是摄影这种现代媒介，但是是以传统的册页、立轴、手卷、屏风、扇面等方式装裱，同时照片的颗粒感很强，近距离观察的话仿佛是水墨的笔触。在秋麦的作品中，现代媒介是古代绘画传统的自然延伸。画廊代理的另外一位艺术家张红，采用的是传统媒介创作，他坚持使用中国古典文人绘画中笔触和用墨的基本准则。同时他对于传统的理解根植于他对当代艺术的反思。我在张红的作品中看到中国山水绘画中变换的视角和视点具有一种特殊的现代性。It's a very, very deep and sensitive medium. There's no erasing, so every stroke will be visible. Hi, everybody. Thank you for coming on a beautiful, beautiful sunny Saturday. What is contemporary ink? I'm offering you the kind of American or Western sort of establishment look at how ink painting is viewed and to some extent how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is viewed. It does not occur to some people that traditional art can be contemporary or that contemporary art can be traditional. When it comes to ink painting, however, not only are the terms not mutually exclusive, but they are interdependent. Artist 沈晨使用丙烯和笔刷在大幅油画画布上创作，这看起来是很当代的创作媒介和创作方法，然而这些作品的内核却是中国画中艺术家对墨的理解。另外，他的创作是同一个动作的反复重叠，
在无意义的重复当中，画面具有了一种在时间中的延续性。对，你的画迟到了，我觉得还不错了，设计还不错，怎么感觉？就是简简单单的。这张还原最好。这张是你拍的？真是我拍，还是我自己拍的好？没办法。但是其实他还是没有把 rainbow 印出来。对，这个印啊，这个印是很难，它因为已经在好多层颜色里面，有一点我还能看出一点来，很难。这张我觉得问题比较大，后面你看它后面发红，嗯，因为偏红了吧后面，所以才偏蓝。记一下，记一下这张。这两个问题，嗯，我给你看这个，看这个画册，看这个啊。这本里面会就也是一个黑色，也不好拍，现在画了那幅也不好拍，对，那个灰的拍的有点怎么说，也有点懵，这个是几年的作品啊？这个是我应该是2007年开始画啊，2014年完成的吗？差不多7年以后，哦，这个是这灰颜色，它是在白的那个白的底子上，所以它会有一个冷暖一个对比。你看那个底下的底子是暖的，这个灰颜色冷的嘛，啊，这比较有意思。画廊针对每个艺术家，从筹备到展览开幕，每个细节都用心在推敲，希望通过学术论点明确的展览项目以及讲座等活动，给同辈人一个了解和回溯自己文化根源的机会。在美国传播中国艺术，我们常常在思考文化上的定位。曾经大家通常习惯将中国传统和美国当代看作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别。我在想，中国和美国，传统和当代之间的界限是可以跨越的。在跨越界限的过程中，我们能激发中国和美国文化中的创造力。这让我感到好奇，让我对我现在做的事情保持一种开放的视野，去探索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当代艺术中的当代并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的定语，人们要看到的并不一定是代表当代性的艺术品，也可以是站在当代回溯过去的尝试。我想，看似相悖的属性，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也可以是相辅相成的。艺术是什么？说不明白的，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儿做明白吧。